大家好，我是徐一伦。我是赵慧娜，我们两个是粉岭丽园会中学的合唱团团长。我们今次参加比赛是由60位中一至到中五的合唱团成员组成。我们的指挥是包凤薇老师，而我们的司琴是陈思琪同学。而我们今次表演的歌曲是 Shine Jesus Shine， 这首歌是一首基督教赞美的歌曲，是由英国基督教歌手 Graham Kendrick 在1987年所创作的。其实我们今次是第一次在疫情之后有机会实体出到来可以一起表演比赛。是啊，连我们两个团长其实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们两个已经中五了，但是今年是我们的第一年，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年。接下来请大家小心欣赏我们的表演。